局长，因为咧吼，有件事情，上来咱参详啦。问过啦，问过去讲，有事情来咱，你就讲，哎。李生，礼拜清新路礼拜峰，还希望你做的同时，我来小吉行情。想不到你袂。李生，刚是小吉突我一做了生产缝的时间，我来小吉讲的话，我拄了下，都莫唔记得。你阿喊我的事业有点成就，每天重复情况的能力，让你讲天收做到汉那台，打开全球的市场。文贵，文贵，你有俩信雄，爱动感性，不过爱摸假妹儿，爱造势咯。我也是啊。阿爸的绿色合作，大家强心合胆，做到当好，是讲大家真紧是帮恁，两爿合作，听说会很顺心。放心上，合作是信任做基础，安尼相互信任，又无婚姻关系，唔系问题啊。哎呀，文贵，你安有心，唔过。做生意啊，我看很快，讲万讲，事万事，难排还是啊，反正个老闷鬼天性。小小，你阿爸吼讲电多的啦，俺就吼长个小吉哦，天生啦，啊从小吉听我辈，面面系富啦，唔但长得多，母亲上也恶咯，又老快的公司刘先生哦，高兴动哦，从小吉哦，还得擦高面棍。全军用用顺势啦，哈。不过，讲就奇怪哦，因为钟小姐讲吹又吹，讲毛又毛，佮杨梅莫念怂，莫讲亲啊，哈。放牛伊，你嘛该离职啊？你系讲爱莫样两办？阿爸，你阿父个啊，你讲唔错个，杨梅莫念讲亲。我哩唔少来两摆了咩？嗯，志尚，是哩，阿爸意思系讲，钟小吉是该什么人？为着你讲，万难要重伤重下，实在动辛苦。虽然讲讲完讲四番四。那个钟小吉，其实系某一种原因，为了逼迫小吉，我们一起动手吗？志尚，我会尽心尽意，想让你条强下达标，希望你做得了解。我信不信？文贵，你错，错，你错。婚姻是大事情，而你搞参详。